不要私闯我民宅啊，私闯民宅打死到你们这边来。那不是没跟你沟通过啊，对不对？是没沟通过啊，对不对？在外面我不动你，进来之后我就打，谁进来我就打谁，没经过我同意，就这么简单个道理。这是私闯民宅，在这个位置啊，我的手机也在录着的。私闯民宅在这里，私闯民宅，没关系，你我在这里关门，他硬要进来，没有经过我的允许，他凭什么进来？是不是？你谁让你又进来的？你又进来是不是？你又跑进来是不是？收起，你收起，我不让你进来店里面。那他又私闯民宅了啊！他又私闯民宅了。那这个是，那他有权利。我手机一直也在录着的，你要进来我就要拿刀砍你死的。你们以后如果有类似的情况，对吧？你们务必要做好防范。那这个是，那他有权利不开门。您正常敲门，他如果不让您进，他是有这个权利的。我说你进来，你谁？我说谁再敢硬闯，我是自卫。你有权就是不让我们进，但是你也不至于拿刀吧？我没有拿刀，在外面是下铺里面。我说谁进来，我就动谁。我一个人在那里，你们这么多。